是一个背心加裤裙 set。好，背心上面呢是绑结的，所以你可以利用你自己的高低去做一个绑结的缩放。橘色我超推，然后后背就是前面 U 领，后背也是 U 领，整件冰凉雪纺。上身有一个很棒的地方，车了两条线，因为雪纺它比较丝滑，如果上身比较没肉的，像妞儿穿起来可能就没有搭这么好看，所以有这样的车线帮助我。下摆的部分来很贴心，做了一个拉链，方便大家穿脱。但实际上它其实蛮大件的，它蛮大件的，看到了吗？随随便便拉就很大件。然后呢，它是长这样子的，它是裤裙，所以呢，你完全不用担心走光的问题。如果你是走路转换季的话，你可以买这个颜色，然后之后搭一些黑色的外套。这一件呢，如果你认识剧院够久，认识妞儿够久，我可以告诉你，这件非常丝滑 ，CP 值很高，我非常大推大家买。好，因为它够弹、够滑、够凉、够有造型。